哇，熟了吧？你摘不摘？谁道好吃不好吃？我不知道。我尝一下行吗？行。行。哦。这应该是李子啊。这是你家的大葱。哎，葱长得也挺好啊。你是这家？我看你在剔牙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哦，我们几个还没吃呢，能不能蹭一顿？整家面就不是啊。苞米地，是我们怎么整来苞米地来了？是来摘玉米的吗？苞米，它这个通辽，它是产这个苞米。这个啥？你看这个穗儿都出来了，苞米穗儿。哇，这苞米啊！你但我估计啊，再有一个多月，可能现在有的苞米都能吃了。现在，这里一二三三个，你看这穗儿，这上面三个，这穗儿苞米穗儿都出来了。哇，可以啊哈。它这长好多好多，它这个地也好，就是种苞米的这个它的黑土地。无意间开进了这片苞米地，原来通辽市的主要农作物就是玉米。目测这玉米即将成熟，估计还有半个月就可以采收了。产苞米，好，辉哥，我们往前瞅瞅，看看有没有存种。走。前面有个村子，我跳起来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走，往前走。我们继续往前开，来，继续往前开。
这咋这天天浇吗？这个不浇饭了。没圈起来，也是这样。你好，这是你家的大葱。哎，那葱长得也挺好的。你是这家？在这乘凉呢？啊，在这纳凉，在这凉凉。这不是有蚊子吧？这会儿它已经油的差不多，有风啊这个。我看你在剔牙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哦，我们几个还没吃呢。能不能蹭一顿？咱家那人就五个哥啊，我家里人没家。不是你有啥就是馒头了，我也不会做、啊、那个大米饭，米饭呢有一碗。就走你家现在，我们旅游，是不是？其实你这也是有缘人，听得出来吗？啊、他是我是本地的，本地的。你猜我家哪的？普林德，去过吗？普林德没去过呢。别乘凉了，三百多公里，现在高速，现在道好走，三个多小时到。伟哥，你想表达什么？我、你想表达啥？不是，就是到大哥家吃，这不饿了吗？能不能吃顿饭？馒头你家没有吗？没有，真没有。那你啥呢？那你这个。吃饭咋解决呢？就吃那个叉烧锅喝嘛，这个。我大哥逗乐了，你这是蹭饭嘛？你这是唠嗑好吧？不是他吃。哎呀，这基本功没学好啊，这蹭饭不好蹭的，啊，伟哥。这个语言还是有点问题。大哥，我是江西井冈山的，我。来这旅游来的，他是当地人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啊，来这里体验一下人情冷暖，体验一下生活，啊，能上你家吃碗面或者是吃个馒头吗？我也不会做呀，不会做啊，我帮忙做，不就完事了吗？简单啊，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？这么那个是吧？挂面没有吗？没有啊，真没有。难道你们村里也是第一次来？你们是吧？我们也是远方的客人，是吧，大哥？你叫村部行，村部那个有饭店食堂。哦，不是，我如果去食堂吃，我跑这么大老远来干嘛呢？对吧？就想感受一下生活嘛。咋的了？你好，谁跑过来了？我们旅游的，大哥喝酒了，看得出来啊。这自来熟啊，就应该这样子啊。我啥地方的？我们是江西井冈山的。你猜我家？江西。远吧。我们猜我是本地的，是外地的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那我是哪知道？我说你们是广西地长，看的不错。我家就是本地的。你家红桥的？嗯，我家。普林德去过吗？啊，红桥去过。啊，我是正常走的。哎呀，有缘人，这碰到了，这就是有缘了。啊，刚好你普林德去过，麻烦重聊。啊，现在在普林德呢？没有，店里经理。啊，没事，上午。我们没吃饭呢，你吃不吃饭？我吃完了，不是干活吗？哎呦，这你往西走，你过去饭店？不是，就想那个在跟人家我们尝。不是饭店，就是咱家，不是啥菜都有。你家开的？不是，他那西边有个，就上那儿去，那家的可好了。不是那个饭店，我们饭店不想吃。不是饭店，就是咱家农家院的那小吃。不是，个人整点的，你想吃个啥？不是，是不是你家开的？不是我家开的，是你家开的？不是你家开，隐藏个100块钱从头往外吃。不是。现在不是钱的问题，不差钱。现在就是想到你跟人家体验体验这个体验体验。这不是你家离这多远呢？我那个大西头。不是，那你就是我们啥就给馒头了或者挂面给我下来了。这个我说不上，我这出来跟打工一样。我儿媳妇领俩孩子在家，我媳妇出来打工，我儿还没回来呢。就我自个儿，我这刚忙，我吃个饭，我喝酒回来。都那个没人做饭这么困难吗？那可困难。我儿媳妇领俩孩子，
这咱们啥话？我插不上话了，你们俩你们唠。没说过你俩唠唠唠，没事。往西一走，唠喝酒，唠唠。那小饭店给你藏点饭店，不是。此时此刻，我已经确信他们把我们当成骗子了。看这个，大家瞅瞅这是啥玩意儿？哇，熟了吧？阿姨，这个可以吃吗？啊、哦，可以吃吗？啊、哦，可不可以吃？没熟呢。还没熟啊？啊、哦，熟了可以吃吧？不好吃，简单。我可以摘一个不？摘吧。可以摘不？啊、哦，可以啊。宅吧，哦，这是您家里啊？你家里有大狗啊？我怕怕。什么？你家有大狗？这没熟呢。我看红了呀，你看。你宅吧，咱谁道好吃不好吃，我不知道。我尝一下行吗？行。啥？哦，谢谢您嘞。我尝一个啊。嗯。哇，这应该是李子。那顶上有那红的。哦，顶上有红的。然后我尝一下，告诉你味道。嗯，还能吃，这是我爸吃了，等下牙齿酸的不能吃饭了。阿姨，能上你家吃碗面吃不？什么玩意儿？去你家吃碗面。什么面？吃面。谁呀？我。到哪儿啊？远方的客人来您家。我家我还没做饭呢，我那哪有个面子？你没做饭呢？嗯，你没做饭的不刚好去你家吃晚饭吗？不是，那你平常你们都吃啥？平常都吃啥呀？平常就是白面，啥饭就吃白面。阿姨不方便，阿姨你看，她手都有点抖。那咱往前，往前。谢谢。他说那里头的那有红的，你找两个吃那个红的。谢谢谢谢阿姨啊。那我不吃了，我吃不来这个。等我停再走走。伟哥，你上去摘一个吃。那个摘一个行吗？行，摘。那个红的，嗯，这个吧。好的。还没熟呢，昨天熟。挺好吃。不是，这是红了。乍一咬啊，那味道受不了。咱俩小强要吃，人太多，他一看是不是？增加一个吃饭的。不是这意思，伟哥。啊。你没有掌握到蹭饭的精髓，啊，这个话术你没掌握，你老是认为我是本地的，可能就蹭得到了，并不是这样的。第一个要套近乎，打得热乎一片，啊，第二就是你要有亲和力，而不是咱们板着脸去蹭，啊，一定要大大。又离离，知道没干？走，往前，往前的，快走走。伟哥今天来蹭饭，我估计八九不离十，今天晚上要饿肚子。伟哥，这样，你一会儿你别出声，我来蹭，行吧？行，啊，行不行？好，你觉得你有信心就你来，不是好吧？我带你有信心吗？有，我带蹭三家，真是天都黑了还蹭三家，我这种，不是，这有人了，有人了，这不人家门前有鸽子吗？啊，你不想被人放鸽子？有人吗？这有狗呢，这有狗，哎呦我的妈！有人吗？这样，伟哥老自信了啊！他自信是好事。你好，还挺热情的。你好，姐姐。你好。嗯。你们想干嘛呀？你们吃饭了吗？我们旅游的。告诉叔叔吃饭了吗？吃饭了。吃够了。你们在干嘛呢？我在玩沙子。是要装袋吗？我帮您装。哈哈哈。啊，就是这个孩子锻炼吧，现在。好的。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？我叫王小曼。
那你妈说是也不是说你妈的名字，说你的名字。没事，大大咧咧一点是吧？男子汉。放假了。哦，一年级。就大班，幼儿园大班。啊，你看我都没上学呢。啊，没上小学呢，刚七岁，周岁五周半。这两个都是你家啊？这是我姑娘。啊。那叫你外婆了。不是，两个叫你外婆了。一个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儿子，我姑娘。啊。哎呀，那你这啥？哇，我以为说你这么年轻当外婆了，你姑娘生的，我以为是你。不是，这是我姑娘。那你这个儿子估计没有了，就是。来，伟哥。那个什么，我们没吃饭的，你能不能？这不是我家。这还不是你家啊？这不是我家。你这是来串亲戚的？还来串亲戚的啊？这不是我家，这我姨家。啊。啊，这不是我家，我这是领人家来玩来了。我家在市里头，他家都没人，都去地里浇地了。这咋？我说碰着咋？我们这来旅游，先给个馒头吃也行。啊！你这豆腐老煮了？豆腐老煮亲戚家那家有人，他们那边家都有人。啊，对那边那个开的。啊，对他们家这后院这家们，这家浇地去了。都浇那个大玉米。啊，都浇那种大玉米，都没有人。啊。往这就是领孩子到农村来了。行，您玩吧，谢谢。你这是这通辽市。啊，领孩子上农村来串亲戚来了。啊，还围过来几个，阿姨你们好。哦，我们旅游的。旅游的。瞎玩。瞎逛。爷子。哎。吃饭没啊？刚喝完呢。喝完，喝面呢。啊。是喝啥？喝酒呗。喝酒啊？还有吧，我上你家。喝一两，可行，行不行？行，真行。那可，没有炒两菜。我们两人，我们两人。行，真行啊！哇，就在左右隔壁啊，就那叫啥呢？嗯，有网名。旅游的，旅游这个。我是江西井冈山的。啊。来这就是走到这里来了。他是通辽虎林河的。我是本地。虎林河的。虎林河去过？没去，我这大部分哪有没去过？就是来这里观光，来这里旅游。欢迎你有机会去。啊，我到时候你找我去，我请你啊。你别套近乎，伟哥，我还没录正题呢。啊，伟哥，那个，大哥，今年多大了？七十了。哦，那得叫叔叔。叔，你好。啊，能上你家吃晚饭吗？吃饭没有先粥呗。哎呀。饭是没有了，但人没有带先做，先做一顿饭。现在一顿饭两顿饭算个啥呀？哎呀，大气，真的。我给你点赞，你这敞亮，谢谢。走，上你家去。啊，今晚马上就过去。嗯，拿上手机。走。没有，咱们先做。哎呀，你看，反正菜是没菜。干啥子？来，握手。啊，这个我觉得碰到这个敞亮人了。哎，这玩意一顿饭两顿饭管啥的？谢谢叔。没事。啊，我问题你同意？你看老太太同不同意啊？同意。完了，我旅游的。再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我心里直打哆嗦。由于视频时长所限，能否在老两口家里蹭到饭？我们下集再见。